我是个挑剔的妈妈，给孩子的一切我都很挑剔，他的每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。但和他的英语学习相比都还不够挑剔，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更要挑孩子喜欢的。我挑剔，所以我选择 VIPKID 源自北美的在线少儿英语。